姓洪呀。谢彩莹，哇，三位都很有特色，哇，以后是不是这个时不时就来个魅力赛，对不对？很精彩，哎呀哈，而且那个台北赢新红哦，多好嘛，是我学期报告啊那些啊，哦，哎呀，大丢点爱新红庙哈，是，哎，光绪年间开始有银城华。好，所以五月十三赢新红是人看人，所以你看他的歌词里面有没有、哦、都是看到这个人那个人有没有哈，各式各样的来看老人，是是是，对，好、嗯，很可爱哦，这个很重要的北台湾的哦，北港赢妈祖，台北赢新红，哇、哦，哎，而且的。大丢丢的这个新红爷本地是在网咖，还是福建的那个东湾的人来一个网咖，东湾把这个新红爷抱来这样就对了、嗯啊、结果有一个顶下交拼，那时候有械斗，是他怕输，所以把这个新红爷抱来，所以又回大丢丢、啊啊、后来在大丢丢那里起庙，他把他哄那个祭祀、啊、结果突然间因为天津条约淡水开港，这讲完就讲不完了，大丢丢怎么兴起来、欸、变成重要的港口、啊、等到艋舺淤积了怎么这边兴起来、欸、所以新丰崖怎么变很兴的这样就对了、啊哇哦、所以很特别，啊，不过我艋舺也没输，因为我有青山王，青山王，青山公，青山王，行变行，身变身，这个非常的有这个历史的脉络跟这个文物，非常可爱，所以压新红，好啊，简单盖小姐嘞，谢谢，好，雅文老师请讲评，彩英，雅文老师好，今天这首歌呢，正好我很熟，因为我翻唱过，在我刚出道的时候。所以呢，你唱多几句唔对，我一听就知啊。叮当当，鼓声做头阵，做头阵，唔是做头前。叮当当，鼓声做头阵，顶头赢过。但是整场下来太精彩，所以我可以忽略这些小细节。整场下来真的很精彩，你的精彩就是说我很欣赏
跳高顶这段这段吼、哦、婆婆妈妈他们真的很给你加分，哦、而且你也跳得很好，我觉得你很会跳舞哎，哦，你的舞蹈很不错。才艺老师，戴老师，我觉得今天哦，你真是运气很好，你们这个团队跟你选的歌，就只能用你们这个团队合作的方式表现是最适合的，因为这个歌不热闹，你就是再怎么会唱的都没有用。对吧，就是说这个方向只要选对了，其实其他部分呢可能你也会有压力，因为可能上一场一定要唱赢过了这个团队才有机会上台，好，所以他们来之前都有可能上不了台的一个可能的压力啊，你要如果要把它稳住上一场要稳住这一场，今天歌选的对救了你一命。